表态。七零后有点蠢，八零九零各占一半。我坚决反对任何租男友、租女友回家这样的行为，风险性太高了。你们没有看到网友出过事儿吗？出过事儿，对、啊，网上新闻里出过这个事。就是啊，然后他带着一男友回去，这男友特别配合，表现特别好，家里人的红包啊收了多了去了。然后晚上这男友就走到他的闺房里说：“你做我真正的女朋友吧。”这女孩在这种浪漫的气氛当中一想也不错啊，然后两人就省去一万多字，然后结果回家之后，这男的卷着钱，整个人蒸发了，你知道吧？被骗财骗色，我这说的好像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一样嘛。你怎么知道这么多？吴老师，您多少钱租一天来的？我给您结账吧。咱俩这事儿也别瞒着了。过年回家争男友、争女友回家这件事儿，他其实可以提倡的。太恐怖了！你知不知道这叫引狼入室啊？那可不是情狼的狼，那是色狼的狼。而且你知道，这男人，你对他前面根本没有了解，他外人一作奸犯科的坏蛋，你们全家人的生命，我跟你说都不保。再说了，那是你亲爹亲妈呀，你忍心就这么骗他们吗？那潘春春，你赞成吗？其实我也是赞同的。请问一下，如果要租你的话，多少钱一天啊？现在我还没这个勇气呢。我觉得既然其实他们能相遇，说明也是一种缘分，当然前提是这个人靠谱。你说我怎么就没遇上这么好的事儿呢？你说租就租吧，好像还蛮漂亮。都是男人，命运怎么就这么不同呢？他为什么会这么幸运？我们掌声欢迎这位告白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志真好，你好，志真好，我叫徐鹏，今年28岁，是个北京地道的纯爷们儿，纯的。现在跟几个朋友合开了咖啡厅，然后也算做一点小生意。我让你说这些了吗？你以为你长得帅就可以无视我的存在吗？没有吧，我觉得应该你在我上面吧。怎么叫我在你上面？我明明在你旁边。你这么帅，怎么可能没有女朋友？因为我去年的时候刚刚分手。你们俩签了协议是吧？对，协议是他提的、因为当时我把身份证还有一些我的信息然后写在了上面，大概时间是一周左右，然后费用是1000块左右一天。1000一天？往返的费用是由他来负担的。一个星期就7000，包括往返的费用，他这租个男友回家前后得花上万把来块钱呢。可是你不觉得特值吗？又不是值那个价钱。为什么会觉得特值呢？你就那么值钱吗？我告诉你，那男生比你帅。哪个呀？那个，对吧？潘春春，是帅吗？我还是觉得我们观察团的男生比较帅。你这样太不好了。如果要你花10000租他，你会租吗？那还用说，当然不会了。你看吧，这就是臭屁的后果。如果让你花10000块钱租我跟老师的、跟主持人的话，你拉上我干什么？我名花有主啊，这是孤品，不能租。你拿了钱吗？我从一开始见到他那一刻，我就想过不拿一分钱。那你就是一开始就不怀好意喽？其实不能这么说，因为他给我当时的感觉特别的直爽，因为在这过程中，他对他父母也非常的孝顺，所以我就没有想过要他这一分钱。他当初那个招租的协议上是什么条件？我觉得是写的是我。那你介绍一下你的条件吧，身高、长相、年龄、三围都说一遍。说啊。跟你差不多吧。这孩子太会说话了，怪不得他应征上。如果他不漂亮，你会被他租吗？有的时候不是看长相来决定一些事情吗？那你们俩在这段时间去山西的这一个星期当中，你们最亲密的行为是什么？拥抱吧。他家不是有蟑螂吗？然后正好那天我进屋，然后他看到蟑螂，然后一下抱住我。就那一时刻，反正当时我的心都融化了。我挺为那个女孩担心的。我怎么觉得您特别觉得可惜呀、我每次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我就父爱泛滥成灾，我太气愤了。潘春春过来，80后那位男生，来，就把当时看见蟑螂那一刻他是怎么抱住你的，让他们俩再演绎一遍，让我们感受。
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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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天哪天哪天哪！妈，我们回来了，妈，我们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人家就是抱一下你，我们没有说要继续往下演。我们其实就抱着进家门了，知道吗？啊、嗯。然后他说的那个心的融化，那个，如果说那一刻我抱着他瞬间心融化，那是因为我问你，一个陌生的女孩跟你不认识，但是因为租赁的关系，彼此有了一点稍微有一点暧昧的好感，他突然之间遇到了危险，抱着你，你心里到底是什么感觉？我觉得如果穿的那么少的话，确实会起邪念，你知道吗？那如果大家没穿那么少呢？人家正常的。那我觉得应该就是，大过来下马上把他放下就对了，就不会再继续抱着他进家门。你不会动心？不会，因为很明显我们就是雇主关系了，怎么可能会因为这种事儿去起别的邪念？如果我碰上蟑螂，我可能你反手给他一耳光。不会，我可能如果我要碰上蟑螂，我还真的怕虫子啊。假如我碰蟑螂了，我马上回来打。啊，会这样，会这样，然后马上紧一紧，是吧？对，我想他不会死死的抱住。对，我想双方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真的喜欢上他？应该就是那次拥抱，然后让我一下就觉得这个女生，很需要呵护，很需要保护跟照顾。哎，我觉得很多剩女看到这一段应该受到很大的启发，想要有情郎，先要找蟑螂。对，找蟑，这蟑螂找得对。而且也有可能这个蟑螂是开始这小子特意安排的。他抱住你的时候，你认为他喜欢你吗？有，但是我不明白，就是因为从太原回到北京，然后从春节到现在，从一个特别热情的一个人，然后变成了一个特别陌生的一个人。而且下火车那一刻我还跟他说，我说明年我要租你做我的女朋友。你跟他表白了？对。他怎么说的？他不拒绝，然后也不同意，就这样。说句实在话，如果有人要租我，我说如果啊，我觉得我挺屈辱的，我怎么可以交换呢？用这样的方式来欺骗白发苍苍的老人，你们忍心？但他们就在一起了，不算欺骗呀。现在还没准，谁说在一起了？我认为这种方式我还是不提倡的啊，至少我是不提倡的。我原来我们说网恋不靠谱嘛，但网恋也有成功的，但是这个还是涉及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商业行为和对父母的欺骗。你说，因为曾经就有则这样的新闻，就是有个女生，她每年回家去的话，父母就会逼她上午相亲一个，下午相亲一个，后来她已经受不了了，突然呢她就，你被逼过？没有，我是一则新闻哦，事实。后来的话她就去到了精神病院，就希望医生给她开一个精神病的一个证明，然后她就为了回避就是不回家不停的相亲，然后就在精神病院里边住了一周。父母也应该自我检讨，不要逼婚逼得太厉害，把孩子逼得你说都上精神病院开证明，在那儿去度过一个春节，你想想这孩子心里得多难受啊！你给他们一点空间，让他慢慢找，别老给他定时间表，这样的话孩子就能够慢慢的，是吧，顺畅的找男朋友。那你到这儿来告白，你认为你有多大的胜算？我是想鼓足勇气，不管成功与否吧，把我该做的能做到位，然后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呢，我都不会后悔了。好吧，不管刚才的话题有多么的争议啊，但是今天既然你来了，我们还是给你这样的一次机会。我们请这位同志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。赵丽，我要问你三个问题。好，徐鹏。好，你那个所谓的雇主丁宇，如果他今天不来，你怎么办？我还依然会坚持，依然会告白。因为我觉得认识的途径不重要，重要是那种感觉已经到了。如果他今天来了之后明确地告诉你，你误会我，我们只是租约关系，我并不喜欢你，你刚才所意识到的什么我抱你呀，我半推半就不表白呀，你都误会错了，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你，你怎么办？还是会坚持吧。最坏的一种可能，他是有男朋友，他只是不敢带到家里去，因为他的条件不符合家庭的需求，他是有男朋友，你怎么办？什么事情都有公平吧，我觉得可以公平去竞争，或者公平去相处。你真的要坚持到底是吗？就哪怕是跟另外一个男人公平竞争，
你也要进行下去。我觉得就像我来之前，来这个节目之前，因为我听到这个节目说有爱就要大声说出来。嗯，我觉得既然我有感觉，我有这份的想法，我就应该大声说出来。至于结果怎么样，已经不重要。你已经做好准备了是吗？请把手放在按键上，来，我们一起倒数吧，5 4 3 2精锐珍珠提醒您，稍后继续收看《完美告白》。你已经做好准备了是吗？请把手放在按键上。来，我们一起倒数吧，5 4 3 2 1，请开门。太抱歉了，人家来都不想来。终于等到你，差点要错过你，在最好的恋情遇到你，才算是放过自己。终于等到你。林海星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你们觉得这样的要租男友吗？你们想做他的男友吗？站出来，谁啊？谁？我虽然是开玩笑，但我说的是真话。你应该不像没有男朋友的人吧？我确实没有男朋友。你们家里为什么逼你这么紧啊？今年多大年纪啊？今年28岁了，本身自己也知道到了结婚的年龄，爸爸妈妈肯定也很着急。更重要的原因，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姥姥。我姥姥今年过年就88岁了。她看到我的表哥表姐结婚，她不可能没有期许。我希望能够给姥姥一个交代。那你不觉得这样挺不安全？我也是要有自己的考虑的，就是我也要有自己的审核。你了解他的前情过往吗？这个。你了解过他是否在公安局有备案记录吗？这个还真没有去。是啊，你怎么确定他就是个好人呢？他一个是长得，我觉得特别讨老人的喜欢。还有就是，胡说，明明是我这种长相最讨老人喜欢。老人肯定说这么帅的肯定没好果子吃，对吧？肯定心里不踏实，我这样才最安全的。我一直都认为咱俩是同一款啊，咱俩是同一款。你真会说话啊，事实就摆在眼前，我只好承认。我跟你说，不要因为这小伙子长得帅就以为他一定是一好人。我跟你说，长得帅人面兽心的多了去了。哎呦，你被欺负的多惨呢。今天他租给你，明天就可能租给别人，结了婚之后可能他还拿这赚外快呢。哎，有什么可以回应一下的吗？志玲老师说的句句入情入理。我突然觉得觉得老师童年不太好，像不太开心。我说的都是拿事实说话。再者，最重要的就是，你不觉得你这样去骗一对白发苍苍的父母，你良心上会有一些愧疚吗？肯定会有，但是我觉得这种内疚我也是衡量过的，就是骗与不带之间的内疚，我觉得骗的内疚会小一点。你为什么会遇见蟑螂抱着？无论当时身旁是谁，我都会抱着，这是看到虫子的最自然的反应，最正常的反应。听见了吧？自作多情了吧？既然已经说到这儿了，说点实实在在的。你到底喜不喜欢？啊？你别装傻，真的清清楚楚。都闹到我这儿了，你还不说实话吗？他闹的呀，是他闹的呀，你不来了吗？就是我跟他第一次见面那个眼神，还有他给我的，他冲我微笑，当时整个身体都酥了。我觉得不是说，但是我见到每一个人我都会笑，难道还哭吗？那个小伙子，你对他笑一下，酥了吗？我只能说你很漂亮，其他没了。谢谢。对，我觉得他俩还挺般配的，然后我也挺羡慕的。
如果他拒绝了你，你就继续追他，一定会成功的。一会儿给父母打电话，告诉他们这件事情是假的，你们会重新好好认识。如果经过了实际的检验，你们俩并不合适，以后再也不可以用这种方法面对未来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。好，任何一种坏的事物都有转为好的可能，但不是百分之百。那是不是能够证明所有的认识的方式都可以演变成真正的爱情呢？我相信成功率可能连10%、5%都到不了。但是如果你们好了，我们还是很高兴的。当然这还得看他答不答应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徐鹏啊，接下来是徐鹏的告白时间。其实我特别想知道，为什么从一回来，然后到现在，你一下子就变了另外一个人。嗯，你知道我租你回家过年的理由是什么？然后我是说实话，我特别特别感谢你，让我父母还有我姥姥特别的高兴，然后我也特别高兴，因为我是一个北漂，然后我自己想奋斗。我是北京人，然后我有房子，我觉得你不需要因为房子然后奋斗去影响我们之间的交往。我说的这个立足是指的房子，但不是我老公的房子。我觉得他不会耽误我跟你的之间的交往，而且你不觉得就是从我们认识然后到现在然后到回到老家，然后这之间发生的事情都历历在目，你很多事情我都记在心里，包括比如说你做红烧肉做的每一道菜虽然很好吃，但我都没有说出口。你喜欢的小熊，然后你喜欢看的电影，你所有的一切我都记得。真的不相信的话，我觉得今天在场所有的人都可以证明我是一个认真的，我是想跟你好好在一起。我觉得你可以给我一次机会，然后让我们去认识去了解去在一起。我的重心是一直是放在工作上的，这个这样吧，我给你一样东西啊，好不好？没有想到就是你会就是用我不知道该，就是你知道吗，就是一开始认识的那种方式让我觉得特别的，我知道，就是比正常的那种相亲还要让我觉得别扭。实际上想起来没有，我知道我们认识的方式会让你觉得很尴尬，因为我今天还给他准备了一份礼物，因为他让我们认识了，因为他让我们今天有了这样的机会，所以我希望把那个东西给你。闭上眼睛，精锐珍珠提醒您稍后继续收看完美告白。闭上眼睛，
己决定，不要因为他们这么说，这是你自己的事儿，自己决定。我就搞不明白，这玫瑰花捧手上的捧那么紧，还不行？已阅，还已阅。这个你们俩是要带回家吗？要啊。啊？要。就实际上，我收到花也很开心，然后，我想问你，就是实际上在签字之前，我应该问你的，你可以接受我不停的出差吗？可以啊，我都可以接受。你就可以把我当成一个港湾，他做什么你都愿意包容吗？我都愿意。来，用这个给他画上胡子。来嘛，他说做什么他都愿意，试下看。画呀。张，这不挺好了吗？好，你看他愿意包容你，你是这算答应了是吗？我只能说是试一试吧。试一次，好吧，我们祝福他们。一个星期不准洗啊。